You are a stranger and an outsider. And right now you are trespassing here. And I want you to leave.这是漫威的开年大作，你以为会是家庭喜剧，而它实际上是一部剧情向惊悚片。这个黑妹名叫莫妮卡，从她有意识起就生活在这个只有黑白色的小镇上。然而小镇有一天突然变成了彩色，所有人都对此毫不惊讶，包括她自己。她不清楚自己在小镇上的具体工作，也不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，她觉得一切都诡异又奇怪。她仿佛是一位群众演员，在导演安排好的剧本中饰演各种角色。她有一位朋友名叫旺达，两人在小镇聚会上相识。旺达和她的丈夫幻视是小镇上新搬来的住户，没人知道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。帮旺达接生了孩子，幻视带着即将去旅行的医生迟迟赶来，正遗憾自己错过了宝贵的时刻，没想到肚子里还有一个，旺达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。幻视送医生离开，并祝福他旅行愉快。此刻医生说了一段具有暗示性的话， I don't think we'll get away after all. So hard to escape.